瑞宝被教训的样子真叫人有点心疼。瑞宝灰宝尾随妈妈艾女士的脚步出外场了。妈妈、啊、认真考量的小可爱显得有一点茫然，究竟从哪下手。过来一起，零一，我打算从剥皮开始。零一，等会被妈妈发现就被打。零幺，不要怕他。双胞胎灰宝瑞宝又开始破坏南川宝了。快看我的厉害！南川宝觉得以前是一只就算了，现在来两只破坏。这波操作没谁了，这灰宝瑞宝真是皮痒痒啊！看你下次还去破坏植物。零一，瑞宝就这样被妈妈教育一番，直接扔下观景台。灰宝改天再收拾他。零一，艾女士教育归教育，看到瑞宝没事后才离开。妈妈，被教育后的瑞宝显得很是可怜，眼神都感觉到错了。艾女士感觉心里有点不放心瑞宝，还是走回去问候他。跟妈妈来。零幺，不要理我。看到瑞宝没有理自己，就默默离开了。哼。回到饭桌上，艾女士很是淡定，吃着竹子。今天收拾瑞宝，改天再轮到灰宝。零一，看来灰宝被教育也是在劫难逃了。一个人